今天帮江苏常州的小姐姐选一只 frize 小比熊哈，看一下我给她选的是这一只。这位小姐姐要求蛮高的哈，就要一只脸蛋甜的、比较小的哈。我看这只挺符合她的要求的哈，是不是特别可爱？太可爱了。对，目前已经3个月大了哈，她在外面也是找了很久，没有找到自己满意的哈。等一下我拿视频看一下，看能不能看得上哈。这个体型也比较小，毛量也挺多的。哎呀，挺可爱的这一只，咱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。Hello， 你看看啊，亲爱的，来看看。一看就是小吃货啊，一直在吐食，看到没？眼睛特别大。行行，来这来，看看，看看这个人。会的，我跟你说，你家给他准备尿垫就行了，在咱们家碰到都是这一个。我跟你说，这狗前期对前期学动作可容易。谢谢大家鼓励。对你后期你教他就可以，我跟你知道。老修没修过？哦，修了，对，修过一次。等一下，到时候再给他洗个澡，再精修一下也行。啊，好。哎呀呀，好，行，就啊，几个脚垫回家对比，亲爱的，来，每只脚垫都不一样的哈，亲爱的，咱们家的狗是一狗一盘，然后回家你核对就行了。啊，吸800，截图吧。嗯嗯，小姐姐一眼就看上他了哈。好了，宝贝，去江苏的常州新家幸福去吧啊！哇，太漂亮了，宝贝，拜拜啦！拜拜。哎呀，还吐舌呢。